医生，这些东西真的不用擦。嗯，好的。秋辉，你还挺会找地儿。主任找你，跟我来。陈辉医生，我相信你，陈辉医生。主任，陈辉到了。陈辉，我问你一句话。你抄袭了吗？没有。好，这事儿翻篇儿。坐。我看了陈辉关于于洋的治疗方案，想象大胆。求证严密，虽然最后没被骨科采用，但你是好样的。等一下，刚好有一台肾移植手术，我邀请你参加。今天这件事儿，谁要是说出去，那就是跟我王凯过不去。行了，你坐下吧。谢谢大家。手术没有陈辉医生，可以有。
陈辉医生，今天这台肾移植手术你来主导。好的。 那边怎么样了？按照程序，明天公示，当天他就应该走。一定处理好啊，千万不要节外生枝，啊！放心吧，我让丁教授。哎，来了！哎。 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丁教授啊，大老远来了，还让您舟车劳顿。我们骨科的人都是硬骨头，谈不上劳顿的。您看，这是医务科小张，他负责你的接待。您好，坐。如果是不做手术，他的身体其他的各项指标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只在骨折处做固定处理，没有任何的危险。但想要恢复其他功能，几乎是不可能了。 要是接的话呀，骨折的位置在颈部椎管膨大处，有成百上千个神经从中间穿过，贸然处置，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心跳、呼吸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家属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，所以就决定暂时不做手术了。你们这个3D 技术打印治疗方案啊，是有可能成功的。 不尝试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要不这样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再去跟家属沟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。保守治疗只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，但是他要在床上瘫痪一辈子呀。而你们的这个方案，是能解决他生存质量问题。好啊，好啊。当初家属一直不同意，就是因为我们院。 没有像您这样的顶级大咖，我们没有说服力啊，您这一来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这么看来，这台手术只是早晚的事儿了啊！这次参与准备手术的是我们骨科、外科还有麻醉科的顶尖精英，希望各位呢能够配合丁教授，我相信咱们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，啊！而且啊。 你那个方案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一个方案，是谁出的呀？陈辉。这个方案虽然是陈辉出的啊，但这个人很快就会离开。啊。 血液循环恢复得很好，缝合完美。
可以官复了。这回你是个好医生。是你在这里最后一台手术，院里的决定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在这儿，就算是送你了。谢谢主任。谢谢大家。可爱，陈医生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
谢谢。院长，我开车送你回家。院长，我帮陈医生叫过车了。要不晚上来家吃饭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学校？院长，车到了，我先去放东西。我还是可以给你看病。谢谢。陈医生，那个有事你随时呼我。不错啊，是我们院现在是省里最好的三甲医院。哦，行，应该说，这间就是院里为你安排的办公室，这段期间您可以在这休息。哦，谢谢啊。听说您有这午休的习惯，院里特意给您安排了这把躺椅。我应该是没什么时间休息了，咱们还是抓紧一起把手术做了。得嘞。潘院，著名的丁明章教授，伟大的潘文斌院长，多少年没见了？十多年了吧？我可是一直关注你一点一滴的成就啊！你不老？没有，老了。你看我，看，你那没白几根啊？都掉了差不多了，脑子动多了。丁教授，这把躺椅呀，就是潘院特意交代为您安排的。我说呢，谁知道我午休的习惯？
向明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有何赐教呀？你要是来问关于陈辉的事，那就请便。你要是来看看老同学，看看当年睡在你上铺的小兄弟，那咱们找个时间叙叙旧，喝几口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还是急脾气没变。哼，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归论文与丁明章论文的异同，经过仔细核对两篇论文，虽然论文在数据引用上采用了同一组数据，但是结论却非常不同。陈辉论文的第三章中提出了实践构想，并对骨骼修复手术中应用的 3D 打印生物相容性材料进行了探讨，并且直接推导出来未来手术的三种可能性方案。而丁教授论文通篇都没有涉及实践领域。然后呢？你得出什么结论了？我的结论就是，两篇论文虽然研究方向一致，但是结论和价值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陈辉的论文可以发表在 Nature 上，并且引起行业轰动，而丁教授的论文虽然发表了，但是却默默无闻。你尽力了，袁岩。可是现在，仅凭这两篇论文的异同，已经救不了陈辉了。我替陈辉谢谢你。我明白了。潘院长，我能借用一下这个吗？院长，这是我和我同事的电话，关于陈辉的事儿，你有任何需要的，想找我们的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那我先走了。确诊了，缺血性股骨头坏死。那应该怎么治啊？如果老太太没有基础性疾病，那建议手术治疗。手术风险大吗？手术嘛，当然有风险了，跟你们外科手术一样的。术后也许会出现比方说肺炎呀、血栓呀、褥疮，有可能骨关节脱位的。老婆，咱别绕。您就说，老太太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做手术？
如果想要根治的话，手术是最佳方案。我建议做单头置换手术，这样呢，时间短，创伤性小，恢复快。老太太能大岁数了，这个决定我觉得还是得由你们来做。说了半天等于白说呀。你是骨科的吧？你是软骨科吧？呵，你瞧你这暴脾气，你这么大事我拿主意，那不得让王凯做决定吗？我得好好想一想。啊，那你们先考虑着，好吧？我科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一步。啊，谢谢孟主任。啊，不客气。我送一下孟主任。这老孟特别适合打太极拳，知道吗？哎，老王日子过得这么紧，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，咱们搞个募捐吧。他现在这个情况，还是别大肆宣扬，最后不够再说吧。有人举报，王凯医生经常私自饮用手术室的葡萄糖。你亲眼见过吗？我没见过呀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别紧张，今天就是问点小问题，知道什么就答什么。王凯是你的代教老师。在咱们医院，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算是最长的。你有没有见过他私自饮用手术室的葡萄糖？不应该啊。他是你师傅，你天天跟着他，不会一次都没见过吧？你们不进手术室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术后缝合之类的工作都是我们年轻人做的。等我们出去的时候，王老师早就走了。你见过王凯医生喝医务室的葡萄糖吗？见过。那你见过几次？我入职以来见了王凯医生喝过342瓶葡萄糖。你可不能说谎啊，陈辉，我们是有录像作为证据的。我说的是事实。陈辉不是都被开除了吗？他说这些还什么意义呢？王老师，葡萄糖喝多少钱都从我工资里扣行吗？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入职以来见了王凯医生喝过342瓶葡萄糖。怎么说？白主任，全会不会撒谎？说的是事实。怎么说，白主任？342瓶。陈辉说的对啊。他看见王医生喝了342瓶葡萄糖，也就是说王医生做了342台手术，这是陈辉看见的，还有陈辉没看见的。王医生至少挽救了342条生命，喝点葡萄糖怎么了？我也喝过，你不是还给我递过吗？我要是真犯错的话，我一定会接受处罚的。
但是现在还是请白主任配合我们调查。手术对外科医生的体力消耗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往往背靠背拎着好几台手术，你知道吗？一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，因为你们不上台。喝点葡萄糖有助于恢复体力精力。这些钱我们科室垫了，怎么了？据我们所知，医院好像并没有这项规定。现在有了，刘真为主任定的，已经送院办报批了。好，那我们去和院办核实一下。那王凯收患者红包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不可能，王老师不是这种人。是吗？你也做了一年医生了，应该知道比专业更重要的就是诚实。我最后再严肃地问你一次，你想清楚了吗？王老师没有收过红包。想留记性，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？这很有用，对我们医务科有用，对王凯更有用。王医生确实困难，典型的月光族，老二刚生，媳妇儿没有工作，喝个咖啡都要攒好久的优惠券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他要是收了红包，日子能过得这么紧巴吗？理解，我个人是都理解，但是也希望白主任和外科的同仁们也理解我们医务科，我们也是秉公办事。那今儿就，跟老刘一个性格。这外科的就是牛啊。你放心，医院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医生。你二位喝过葡萄糖吗？那玩意儿好喝吗？外科医生在台上一站，站十几个小时，要不是渴的不行，谁喝那玩意儿？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那是我们外科自己的福利，我们外科自己出钱把这处分顶王凯脑袋上，这不成心恶心我吗？这不还没处分呢吗？他主要的是这个收红包这事儿。刘主任，你的心情我理解啊，我也是外科出来的，人才必须得爱护。但是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导了，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？现在抓的就是怨风怨气，啊？这种关头有人举报了，我们能不查吗？如果他真收了红包，那肯定是他不对。他受什么处罚我认了。现在有定论吗？没有定论的情况下，弄得满城风雨的，让王凯怎么做人？啊？马上要评副高，这副高怎么评？请问，咱就说王凯医生这个绩效考核吧，三天两头请假，不是老妈生病，就是媳妇儿生孩子。你他妈张明没老娘没孩子呀？没媳妇儿啊？按照你的逻辑，在你这医院当大夫就不能娶妻生子，就不能替老娘绩效了呗？是这意思吗？刘主任，你这话严重了啊！人家张明不是这意思，啊。刘主任，
咱们就事论事。近几个月，外科的绩效垫底都是王凯，他发表的论文呢，勉强够馅儿。合金期刊呢，就写了一篇。就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没有人举报他收红包这个事儿，他这种情况评分高，我想大家心里都会不服的。院里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该说闲话了。谁会说闲话？谁会说闲话？王凯来医院多少年了？兢兢业业，不说人家在学术上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吧，为人和善，小心翼翼，就怕得罪人，就怕得罪小人。谁会说他闲话？闲人？我看这医院你最闲吧，刘主任。你要是这么聊的话，不用聊了。哦，对了，刘主任，马上年底了，外科亏的可是有点多呀。你要谈到这个问题，我就想问问，我们要加的床位您给加了吗？我们要增派的人手您给增加了吗？干活的就这么几个人，还天天挑毛病。我不懂医院是怎么运营的，我们是大夫，我们只会救人，我们不会做买卖。咱们院这么多科室，为什么只有外科是这种情况？难道你不该想想自己吗？不该反思些自己吗？来来。我反思啊。这主任你当啊。张明，你别找我。我咋没看见你叫兰兰呢？马兰是 ICU 主任，你看见他不麻烦了吗？回头晚点我让他给您请安啊！我这疼你还逗我笑。没事啊，妈到这儿就放心了啊。这回老实了吧？哎，广场舞跳不了了吗？去。咱弄一普通病房就行了，你干嘛弄单间啊？别管了。啊。对，吃叔想跟您说两句。啊，喂，妈，我现在天天在家带孩子，我没时间过去看你了，你别怪我。哎呦，不怪不怪，你生孩子我还没帮上忙呢。等着你出院那天，我再带孩子一块过去看看你，到时候我请一天假，咱一块回山东玩玩。好不好？是，好好。哎，那个我没事儿，你别惦记着，快去照顾孩子吧。妈，你注意身体啊。哎哎，再见。注意身体啊。嗯，知道了。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正在陪我妈呢。赶紧滚回来，赶快往上洗。哎呀。好，您歇会儿啊。哎哎，我把那毛巾透一下。嗯，我没事儿，你去吧。马老师。哎。
你们都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整个外科都问了一遍，连我也问了。我以为是问陈辉的事儿呢，结果陈辉在那儿叨叨说看见老王喝了342瓶葡萄糖，都给我整懵了。多少？342瓶。你也不怕喝出糖尿病来？这便宜你也占？我虚，我真的虚。我给院长打电话了，他说是年底例行检查，不用太紧张。院长什么意思啊？反正葡萄糖的事儿我跟他解释清楚了，红包的事儿，如果是真的给人退回去，问题不大。那谁举报的呀？我问了，不愿意说。老王，这屋里也没有别人，交个底儿，你到底说没说？那我儿子王阳大爷出生的时候，你们不是都给红包了吗？我收了呀。有患者也给了我，都交了都。不是你患者来有的塞红包的时候，他打架一样，就咔硬都给我扯坏了，都快在那儿。我硬给人家退回去，那怕万一他那个什么，到时候犯病了呢。该交的我都交了，没交的我后来也都是当他们医药费，都交上去了都。那会不会有遗漏啊？行了，反正那个马上要评职称了，别让人抓着什么把柄，自己再好好想想。林医生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谢谢。客气。
潸然泪下吧，阿爸阿妈，美丽的童话可以信吗？我自问自答，遇见阳光还是习惯悄悄躲起来，迎面而来分不清黑白。你对我说伤疤总会自己好起来。